接下来这部电影《漂流遇见你》，就是这个海报，你们看到吗？等一下的歌是比较安静一点，然后没关系。要宣传一下这部电影，今年刚刚在高雄电影节放映，然后昨天是他电影这部电影在台湾的第二次放映，就在阿米斯音乐节。希望接下来有机会这部电影可以上院线，可以吗？因为我也很想红，他们也很想红。不过他们已经很红，他们在他们的国家非常红，他们的国家、他们的国度非常红。我没有，不是红，我是很红。只有这个范围而已，等一下出去就不一样了。干嘛拿饮料啊？好几个朋友，你不要脸黑就偷偷摸摸的。好，干杯啊！最近压力很大。喝点啊，是好吃。好，下一首歌，这首歌。我以为去新坑里多尼亚唱多一点原住民的歌他们会很喜欢，可是他们偏偏喜欢我这首中文歌，他还以为这首是我的原住民的歌，很不可思议的一首歌。他说这首歌里面有原住民的灵魂，还是一首中文。告诉你，这首歌叫做《小旅行》。我非常着急，只要紧接着你走。